西安，一座世界历史古城，华夏文明的摇篮。在这古老的秦砖汉瓦之间，流传着一种穿越千年的韵律，伴随着时代更迭，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常人说，八百里秦川如画风光，吼一曲秦腔，荡气回肠。这是许多西安人记忆里浓郁的乡情。在古老的城墙脚下，听一段酣畅淋漓的秦腔，和大口叠一碗油泼面一样令人痛快。秦腔独特的风韵，历经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弥久醇香。那散发着浓郁乡土的语言，更是展现着中国古老戏剧的永恒魅力。一百年来，西安艺俗社凭借着移风易俗的精神，经历了百年的峥嵘岁月。剧团教师和学员们始终坚持着对秦腔的热爱与痴迷，也正是这份痴迷与坚韧不拔的毅力，使得秦腔这门古老艺术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新的璀璨篇章。1958年，三大秦班进京，一时轰动京城。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曾为此题词：三大秦班进北京，盖过当年魏长生，谁说新人不如旧，老树树更老，红花花更红。全巧民在艺俗社排演的三 D 写中饰演的贾莲香的人物形象，更是受到了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文艺界的一致赞扬。我记得1958年啊，我们陕西戏曲演出团三大秦班进北京啊演出，我曾经在人民报上看到了梅兰芳大师啊写了三叠曲演出对他的观感，说全巧民啊塑造的简良贾莲香这个人物鲜明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应该讲啊，梅兰芳大师情有独钟啊，好像给全老师还亲授过他的贵妃醉酒，对我们秦腔的艺术家能有这样关爱，我觉得这不是全老师个人的光彩荣耀，而是我们秦腔的光彩荣耀。在京演出期间，为了让演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刘玉中的推荐下，20岁的全巧民有幸拜在了有四大名旦之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的门下。能够得到荀慧生的精心指导，全巧民倍感珍惜。荀先生将多年舞台艺术钻研和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全巧民，而这些宝贵经验为他在日后的艺术道路中给予了莫大的帮助。荀慧生的本子，京剧本子改成秦腔，那么田少义老师给我们把这拍出来了，演的我演的金玉奴，就是那个金玉奴的红莲戏那个出场。我说，那个荀先生说你给我走一下，出场还没有做完，荀先生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女孩子，好看可爱，是修来的，不是做作出来的，你明白不？给我讲的，我说明白。从此，天天到荀先生家去一趟，他跟我就说这个，这个斗智的金玉奴的红蓝戏就出场。后来有人写文章把这个修出来，叫我解释这个修啥，我说我解释不了，但是我悟了那个修字。不是什么拿着文字上可以给你表达出来的，但是我心里头知道这个修是啥意思，不是做作出来的，所以我是我的表演，从那以后一辈子表演没有做作。
是一段秦腔《蝴蝶杯洞房》的片段。剧中全巧民塑造的人物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许。全巧民的嗓音宽亮圆润，含蓄动听，尤善于唱心演情。多年来他博取众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表演风格，而这出戏的指导者便是他的恩师王天民。王天民一辈子没有教学生，都教了我一个，我是王老师的独苗。但越到后头越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戏不好演，要下功夫。光这个洞房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东西啊，体会一点写一点，体会一点写一点。72岁我演的这个戏，结果当时剧场效果反应比虎口演还热烈。又一次在学校，在师大演呢，我是这是吕布演出，我就学了一下王天民的唱，听他言有前妻奴心不爽。他那个吐字啊，又是不是那个原字了？好言多讲，他说好言多讲，这实际上是为了学王天民，学王天民不敢给他们教，给他们教他们就唱错了，唱可学我，你不叫你学我，叫你学王天民，你没见过王天民，我给你唱是我学王天民学的，对不对？像不像？要人家观众说的。哎，有个观众就说：“哎呀，乔妈呀，你那一句太像王天民了。”哎，这我就敢用了。在前台只用过一次，也不敢老用，老用我就流了，唱坏了，唱流了，就不是王天民了。1993年，全巧民正式退休。退休后的他，对于前辈名师传承下来的艺术如何传承发展，更是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他传艺讲学，风尘仆仆。他一心想把多年来的所学所思所想传播出去，为弘扬秦腔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他把培养后继青年视为己任，不遗余力。如今他教授过的学生早已是各方舞台上中流砥柱，为戏曲事业不断地做着贡献。他这个人就是对每一个细节啊，都是很严谨、很严谨的。有时排戏的时候，我还想着呀，那这样好看，那样好看。但是老师就会给你讲，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是有原因，它是根据这个角色的需要，还有它的剧情，就是此时此刻的一些反应，他会给你讲的剖析的啊，就是把每个戏就是从头到尾，他给你每个动作每个眼神他给你剖析的到位的，太到位了。然而14年前，正是这群漂泊在外的陕西青年，热爱着家乡的文化，渴望在秦腔文化中寻找故乡。离开陕西这片肥沃的乡土后，他们面临着投师无门的窘境。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古城西安，一位阔别舞台多年的秦腔名家时刻心系着秦腔的发展，渴望发挥余热，传承经典。由此在网络上他们一见如故，
一个跨越空间的秦腔课堂拉近了家乡的距离。孙女儿七岁不是上小学呢吗？这个时候买了一部电脑，就给娃买的。新疆来了一个学生，他拿了一个剧本，那个剧本是研究院的《海瑞巡护》，那个剧本已经成啥程度了，不能拿手接，他到那个店里都不给他复印。想了一会儿说，你走，把本子搁好，40天你来拿剧本。你连电脑见过都没见过，你敢闹？我这不是电脑在这儿还困着呢，打开，我说我学拼音，我先是拿着新华字典搁在这儿，剧本搁在这儿，呼啊呼，呼呵呵 h， 这样定，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就40天那一天，他把剧本拿走了，我不但给他打出来了，印了，定了，给他的是剧本。从与电脑结下不解之缘，到熟练掌握应用，全巧民便对学习网络这一新鲜事物愈加痴迷，不仅打字日渐娴熟，更是与时俱进，利用视频教学在网络上结识了许多喜欢秦腔、热爱秦腔的新老戏迷。全老师在网上给学生教戏，而且他教了好多好多的学生。现在人们都比较忙一点啊，没有时间来到你面前来学戏，他就是在网上给教，每天晚上8点开始。曾经别人给我建议过，说你老师这么辛苦啊，是而且你的老师电脑也不行了，你们不行给老师及时买个电脑。我还没说呢，他就把我批评一顿，他你别弄这事儿啊，我别弄这事儿，我一分钱都不能收，我把我的东西赶快传授给你们。传承下去，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和愿望。十几载冬夏，在这个热爱秦腔的平台上，全巧民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把对秦腔的痴迷热爱融入到了血液中。他以独特的教学方式，将秦腔这一经典的陕西特色传递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那是学生印的，就觉得一天不弄几个小时的电脑，今天没学习。我现在老了，我凭啥呢？我就凭你们把我东西传下去。人家现在传承人都是我是传，我往下教的，我往下教的是我的老师的戏。你要是为学习，你叫我干啥我都给你弄干啥，我把你伺候好都可。你是为全球人三个字来的，那对不起，你不来了我也不请你。我就是我现在你就是只要你来了，我就给你教你，我也毫无保留的给你教你。时光荏苒，容颜有变，不变的是他对艺术最热忱的求索。回首那多年的从艺历程，从少不经事到如今的桃李芬芳，春去秋来，如今已是81岁的全巧民，仍能用一颗赤诚之心坚守着对戏曲事业的热爱与痴迷，正如那一颗颗耀眼的星辰继续在戏曲事业上发光发热。全巧民用他永不停止的追求书写着对秦腔艺术的挚爱，书写着他的绚丽人生。